气温又降了啊，突然变冷了，又烤火前了。烤火的话，我们就准备搞火锅了啊，搞个风干鸡，待会儿把它炖了，做一个火锅吃一下啊。我一边烤火一边吃火锅，应该感觉还挺不错的。我先把这个风干鸡，它是咸的啊，因为没有加防腐剂，所以只能多加点盐。把这个盐给它漂出来，先切一块放水里泡一下啊。这风干鸡是两层包装啊，刚才那是外面的袋子，这个是里面的一层袋子啊。这个鸡肉比较油腻，比较油腻，它里面会有很多的油啊。刀法不够精准，我们加入温水泡快一点。如果是凉水太慢了啊，加点温水，然后这个就放在这里泡着，把它盐分给它漂一下。泡了一段时间，我把它挤一挤，把这水倒掉啊。火锅汤底，我加一点水。我们这个是拿来做火锅锅底的，所以里面没有加其他蔬菜。如果是拿来单独炖着吃的话，可以放点藕啊，或者土豆啊，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的。现在就慢炖，等它炖熟。差不多了，炖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味道很香，辣货的味道就是好。大哥，大哥，把这个先，哎呦，先捞来，赶紧挖土，这火太猛了，这一会儿。那边子不干冒了的，那边干冒了的，把那边子都放在起了。这边是我们吃的，我们做成这个辣的。我妈他们不吃这种辣的，也不吃油的，所以说他们就吃这一点。
你那边要不要萝卜？要萝卜。萝卜和咸香没关系，这随便炖。高人老米酒，今天老鲍又不在家吃饭了，又是在别人家里吃了。一年一300天，起码有100天在别人家里吃饭。哎呀，这突然一下停电了，可能是外面风太大了。我们有一个备用电源，本来是买的做直播用的，挂在上面，这个灯的还是挺大的。那个灯还有吗？那个灯，那个灯是高玩高玩高用高玩高小的嘛，那个灯。这效果好了啊，这像有电。可以，这哎呀，这灯光完全没问题，非常好，很大很大，可以。又可以开吃了，这是火锅。对呀，喜不喜欢吃火锅？喜欢。来，可以开吃了吧？应该。搞起，搞起，搞起！吃起来！哇，大鸡腿！喜欢。这里面有好多鸡肉，哎，还有个鸡腿，来。我也行。来，给你。快点啊！奶奶已经给他一个了，你要不要？我不要，我不要了，给你姐姐。谢谢。他要吃什么？哦，他要吃虾是吧？有虾就不要鸡肉了是吧？啊，有了。这算是冬天的第一顿火锅吧？对，这是冬天的第一顿火锅。这是，哎呦，这碗还有点烫了。刚好今天好冷啊，姜红汤粉呢，谢谢。红薯粉。幸亏家里有很多的灯，幸亏家里很多灯吧，是不是？我们停了电也吃火锅哈。对，我们停了电就跟没停电一样，是不是？想要什么都行，啊。就是后面有点黑。后面有点黑，你又不在后面，你怕什么？你又不是在后面待着。这个灯不错，本来是买的做直播用的。我感觉我可以去做一个留在家里，挺见识用。哪个还喜欢自己？萝卜。好烫啊，就是有点烫。啊，呀，妈，尝这个。跟你奶奶干杯。现在外面好冷，风呼呼的。我也搞这个鸡肉，看一下是不是在最底下。李莫三。啊。李哥。拿来。李哥。这个还没熟，要煮一会儿。李哥莫三。那个是鱼子福袋。里面是鱼子，外面包的是豆腐还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要多煮一会儿，它这个一时半会儿熟不了。等煮熟了，一人一个，嘿，赏不了你的。这红山居的我最喜欢吃的真的是它的鸡皮，这个鸡皮特别的脆。加不加冻？加上。这是强的。正着冒用搞油果个，这个熟了吧？啊，哪个？丸子。丸子本来就是熟的，只要热了就行了。你就放进去很久了，应该早就热了。我们吃的是个脊椎骨，这里全是骨头。但是我又喜欢吃骨头的，我不喜欢吃鸡腿那种。
全是肉的，感觉吃不它最带劲儿。那鸡肉真的很香啊，这个不能泡得太厉害了，泡得太厉害洗得太厉害的话它可能就太淡了，反而没有那么香的味道。上次有个朋友说他泡了一个晚上，然后又洗了好几次，然后吃的话就没什么味儿。哦对，他说他是焯水的，就不要焯水，泡一下就行了，不要焯水，焯水了就没味了。毛肚，毛肚应该只有这边吃吧，那边不吃毛肚。外面北风呼呼的响，室内火锅呼噜噜的煮，爽得很。这是越冷的时候吃火锅越有那个感觉。哇，这风好大，吹的瓦都呼啦啦的响。嗯，小的，你宝宝走的，哈巴姐，哈哈姐是吧？你看那堆那沙壳，嗯，这下小的是你宝宝走的，不是我走的。